因为你在卖饮料啊，可是这个。你不是在卖这个饮料吗？啊，为什么变叠罗汉的？嗯，这个是，游戏，可是这样会不会倒下来呀？会呀，他说掉到椅子下面会捡不到呢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你这个老板你在做什么？我给你看哦，嗯，这个这样玩，这个怎么玩？这样玩。然后这一个，这一个老板，你在卖什么呢？要准备要洗澡了耶，你在叠罗汉，老板你在摆什么？再偷。嘟嘟嘟嘟嘟嘟，Thank you。玩这个游戏。棒棒棒棒棒棒！棒棒！我再投钱一次。啊，没有，玩卖完了。嗯？